后的体重。他说洗那个手，哎，这为什么会这个颜色？这个叫什么？一袜子？哎，奇亚，奇亚。最近的话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其实工作稍微有点被影响到。对，然后所以就是想说啊，我爸这边也就是偶尔可以兼差的话，我就来兼差。然后用完之后，其实会蛮雾的，就是整间就是空气不是很。灰尘，对，那个灰尘就整个就是起来了，整间都是灰尘，对，整间都灰。其实你们这样看会觉得还好，没有很雾，可是我们其实眼睛看起来其实超雾，跟外面对比起来啊，外面很清新，然后里面其实雾雾的。好了，快来住吧。我刚刚就拉线，然后手就想洗个手，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要洗手，然后她就带我来这边来。她说洗这个手，哎，这个真的可以洗吗？妈，真的可以，确定？啊，这是为什么会这个颜色？啊，我们现在要来制作我的床，我们的床。睡觉的床，中午了，哦，这样慢慢出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装那个石头的袋子，哦，这个就变成那个，那个枕头，我要来试躺一下，蛮好睡的，因为我是本身就是睡地板的人，所以其实我这样睡还蛮习惯的，就是硬这个硬度我 OK。好了，来看一下我的结构。给你看一下。就是到了下午这个时间，就是有时候啊有点微想睡觉的时候呢，我爸呢可能就会吃个他的精神粮食啦。我跟你讲，在这个工地的地板上面都随时可以看得到那些槟榔渣啦。这个叫什么？一袜子？奇亚？奇亚？这是奇亚啦。我现在来试吃哦，其实蛮香的，那我就来吃咯。看到我的嘴角，昂昂哎！难怪我爸每次吃完的时候嘴巴旁边都那么红。好了，有尝试一次就好了。以前小时候会觉得地就是会一直那个施工真的很吵，就是你可能就被吵醒的时候就觉得天哪，我很吵这样子会抱怨。直到刚刚我刚刚又在看到那个真的是实体看那个画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一整间。全部都是烟，然后那个声音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，超不舒服的，就是你会觉得耳朵很痛，对，所以就是经由这次之后，我就是哇，我绝对不会去抱怨什么工地什么吵醒我或是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他们，怎么会有这些水，怎么会有这些电，怎么会有这些就是你的装潢啊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也不会想要在这么就是糟糕的环境下工作，对吧？虽然说可能就是真的会吵醒到我们，影响到我们的睡眠，可是说真的，他们也不愿意，对，所以就是想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说，
这个环境就是真的不是很好，所以就是大家就少点抱怨吧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